所以我就说嘛，在平地上最基本要能够180度转向回头，这是最基本的，而且在国外来讲非常非常的基本。能够在平地在斜坡上那又更简单，更简单以后再练到在斜坡上在原地做45度的回转，回转练成了以后呢再飞跳到死障碍。台湾加油，技巧摩托车基本功，加油！